节目奖金奖品捐赠丰富，空穴信贷快递送出现金奖总值港币400万，当中空穴信贷快递送出现金奖总值港币400万，有啲员工就接波10万，掌门人可以随机形式抽取出奖品，参赛队伍自然一按按钮开始游戏，完成嘅时候需要按按钮时间结束，最后由掌门人决定系咪中奖金。Nice one.